今天一共安排两台车，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台奇瑞瑞虎8，现在这一台车正在交车中，马上办完所有手续了。瑞虎8目前优惠2万元左右，优惠力度还不错。一会儿再去提一台奇瑞艾瑞德5 Pro。哥，我过了啊。好好好好，下次兄弟买车再找你。行，好嘞，哥。哎，你坐上车吧。这个门口已经安上了。安上了。这个口已经安上了，对，咱坐上车吧。行。慢点啊，对，直接左转往那走就行了。慢点，看着的车，前面有车。好，慢走哈，哥，慢走。奇瑞瑞虎8，交车搞定。瑞虎8的客户现在已经走了，一会儿再提一个奇瑞艾瑞德5 Pro， 客户马上就到了，约的时间大概是中午才能到。车在哪里？找一下，在后边。一共两辆车，你看着挑。对，这个，这个那个不是，那个不是，一共就拿了2把钥匙。你大概看一下生产日期，我跟你说了一样不？比那还紧。是吧？啊，说话说一就是一。对对对，咱说话还是靠谱的。这个，你看看那一个吧，看要哪一个？这俩都一样。都看那一台去。这个大 SUV 是瑞虎8 Pro， 目前这一款车已经优惠15000左右了，优惠还不错哈。车库的车还是比较多的。那这一台，你看一下吧。看看这个是几月份的车？一样。这也是七月份。对，都是七月份的车。齐全，备胎工具都在里边。对，转一下，看，备胎工具都在里边。都看这个吧，第一个看嘞，这个看着比较干净一点。今天提的这一台奇瑞艾瑞德5 Pro。是一个官方指导价69900的 1.5L 自动轻锐版，目前优惠不到10000块钱，落地价也就是6万多，不到7万块钱。整体的性价比还是有的，发动机提供终身质保，客户验车验的也是比较仔细的。大家看一下哈，它这个中控屏没有装，因为艾瑞德5 Pro 这一款车送的有个中控大屏，都是直接在 4S 店后装的，因为这个车生产日期特别近，7月份的车。看到吗？那个22年第十轴的轮胎。对对对对，就这个。对，这儿。对、啊、对对对，都这个地方轮胎。它这个刹车盘现在有锈哈，只要说一开，立马都没有了。这个你知道就行。因为我有理他不知道，他说这得多锈呀，他说。在新，包括哪个车的都是这。对对对。在新车都是这，你一开一摸怎么是？对，因为昨天下雨了。踩两脚都好。对。看看内饰。奇瑞的内饰设计的还可以。好，现在车已经验好了，我们回 4S 店办手续。在 4S 店交纳车款中，马上搞定所有手续，就可以提车回去了。好了，现在等剩下的手续吧。恭喜恭喜哟！